彬和申明娥自2015年公开认爱后一直低调交往，甜蜜的感情羡煞众人。不过2017年金宇彬被查出罹患鼻咽癌，双方也多次传出分手消息，期间申明娥始终守护在男友身边，也被拍到陪伴男友往返医院治病，多年的相互扶持令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刻。金宇彬在不久前康复复出，还和女友一起拍摄了电视剧《不离不弃的他们》，成为了观众最喜欢的明星情侣之一。随着2023年的到来，近日就有网友疯传这对情侣将要官宣结婚，因为金宇彬过去曾在采访中透露想要在35岁的时候结婚，更坦言想成为一个像朋友的丈夫和爸爸。由于今年金宇彬正好是35岁，而且和申明娥稳交了8年，感情基础牢固，因此外界普遍看好两人很可能会在今年步入礼堂呢。